最主要的不是会不会唱，是看默契。好，万三个人来敲奏会，人可以点歌永远不会斗。因为歌词不一定每个人都记得起来。对，如果我们会唱的，我就先唱，唱到一半我会甩过去，喝一行，马上接住，他就接。他如果再不会，他就甩给你。我忘了，我都跟嗨登记得掉。嗨登记得，民国差不多六十五年左右啊。那哈，咱三个人会使讲伫歌单内底。也在讲无所往不利，什么歌都能唱。今天我们就表演一下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让客人点歌呗。好，这位先生，你们心票啊？好。看到无人开嘴了。这位客官，你刚才受硬到一撮。我真罕看到人的嘴已经受伤，我喊你爱讲话，真正真难。两滴是看到你，会使未？是讲咱真久无到底默契嘛，是爱人心嘛，人心吗？人心，人心波形不是有啊，人心，人心是个瓜啦，人心。人生怨叹无路用，啥人无家庭，命运好歹相当。情自己爱分明，我可比走马灯，转无停啊转无停，凡事着意志爱坚定，吃袂好人来批评，过着吃共赢，领先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对阴阳是真无意思啊，是不是？我拄则伫徛伫你边啊，照道理讲你应该海位一边来，结果你海位遮，我就是讲顺序较早是安尼摆过，我靠西位迄边去。结果你个海都转去啊！对对对对，到落尾我徛来再来，敢那剩一股零星了了。哇，一路飞哥啊！你这人可能吃老啊，爱计较。这个歌名叫什么？人心啊！你唱几条歌人心？我是中学音安尼，你有什么好怨叹？哎呦，上重要那句在哪号的？哦，是安尼哦。哎，人心。